在人们心理上还是有所不同的。事实上，蔬食和素食的差别，就只是蔬食者使用了中国佛教所禁止的五辛而已。生命电视，让佛法环绕全世界。接下来请收看长老法语。前面讲的林岩金庸好法讲已经讲过了，因为一般主角都拿来看着讲话冲一下时间，但是拉着一下冲一下时间，问题就出来了，底部就有许多问题出来。实际上不得分多几多次几多次讲他给西班牙的文字和变得非常的完整，看起来天衣无缝，一时碰起鲁莽，话多讲话，一开始就讲多完。林岩金事件，六万人是，要么有可能做一下讲完的，所以外人为个一部林岩金最大都讲了十七八年，当然每个门也走两行头路了。两部讲出来，你都过了一段时间，有点问题人提出来又再讲，但是后来隔些不时间，关于林岩金的统统收归林岩金，编入林岩金。所以金刚经呢，统统变入金刚经。所以两部金刚经虽然五千人次绝对没一次讲完。家庭也了解这个道理哦，根本就挺容易明白。家庭讲些冲，讲一次就讲完。头都讲的话，老前面讲的话，你根本都冲样啊。根本冲样，样板有可能讲一个时间讲啊，比如讲两点钟好诶，两点钟的时间你冲样啊，法讲两遍，我相信。没有这样的事情，释迦牟尼佛不会这样做法。那他当时教人有人需要嘛，他就教有教无类不会像现在说小学中学大学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有分团，那是现在的情况。佛才事实一定不会这样，一定不会这样。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你根本就容易了解，就没发生许多问题。所以你还是根本重要的话，你对你的话很明白，你看见就挺容易明白，看见就挺容易了解。因为你都把哪里看着做一下时间看，问题就做一下出来。比如说你按照东西，你还会做一团事了，你有没有办法事呢？未来的警报那必定是慢慢的所以后面你现在头都讲这一段话，然后前面该开始该正中分该开始该发都穷样，穷样肯定没同时讲的，同时讲还没可能讲穷样的话。那么你明白这个道理一部金刚经肯容易了解，没那么困难现在讲下去后面的话嘛，听到都老前面太的穷样。所以穷样的话嘛，只是讲前面讲初相，你还会讲米色的蔬菜，文思穷样，脱离莫穷样。前面讲用爱经讲，你还会睇啲用内心讲所以有人写那个金刚经的注解，讲前面用到药经，后面用到药心，也还有脱离在后面看起来一朵花穷样，可是完全用内心的通作讲，老前面用爱经讲，那莫穷样接下去就讲七十二堂的疑问，看来经文七十二疑问，要无菩萨，云何释迦引体以燃灯佛说，行菩萨现也？那对于下面一段经文讲释迦世尊前尊燃灯佛，佛的手机将来成佛，加上行菩萨同一时间家庭就前面经文讲，菩萨的偶像不可得，安尼也就无菩萨咯，变成两种误会。
他们的无我就变成魔菩萨，实际上不会安的，他恐怕永远不安的相果。那既然无我啊，菩萨说那边呢，菩萨也就不过的，菩萨是修行啊。既然没修行，菩萨有没有得过的福果呢？所以说提升一堂的你们说，实际上是没修行的我的菩萨存在，让伴有释迦牟尼佛引体行菩萨托的世界，说话他在人等佛的面前蒙人等佛的书记啊，说将来神佛，那么该当时释迦菩萨在人等佛前行菩萨托，该没菩萨吗？该没说该行菩萨托吗？该前面说菩萨不可得，我不可得，既然无我也就没菩萨，现在爱看你是假释尊引体，明明有行菩萨托的时间，既然明明有行菩萨托的时间，那必定是有行菩萨托的因，将有无上菩提的果。那你现在说吧，行菩萨托的我不可得，按来就因都没了，这因都没有，怎么会得果呢？是按来的疑问。在下面经文讲，师父的以一云何？以来以人等佛所有法对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fail， 也就是这是一个福疑呀。一个疑问福在内心上没讲出来，叹佛一观察底的，可能会有生意那种疑问。所以对师父的讲，师父的啊，参与的心意你们有没有呢？你因为爱真的以来的过得幸福了，那爱从前行菩萨托的时间，听你恶神的结满请求人等佛，我在人等佛的所在要真实的菩提法破得我要真实得到菩提的受记的法，说我将来能够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能够成佛要实法破得我，就说这当时修行啊有实体的因嘛怎么一真果有实体的果嘛，都是真实所以师父提一堂要明白这个道理了。所以实实在不讲，佛呀世尊，上面跟着三藐三菩提 fail， 跟着不实就都 fail， 我都不了下面跟着就都佛呀佛佛fail 佛，我都说不不了，就消化了没不不三藐三菩提 fail， fail 是疑问词，佛就说不是佛呀，没没有那个事情，我认为当时释迦牟尼佛行菩萨托的时间不会接有释法获得的心所以说师尊以我解佛所说你佛以人等佛说无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也在法师你的注意前面的实无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个句法那个法重要这个师父的答复说，师尊因只有爱师父的了解佛所说的法的意义，爱因为当时释迦佛你行菩萨多的时间在人等佛的面前并没有实法获得，无有法没有实法获得，说话真的无上菩提引体修行的实法没有释法获得佛的受记，根本你得到成就无上菩提也没有释法获得，把个执事的心理拿来消除的，所除这个执事的心。佛人意思意思佛印证的法对了，你按你讲就错，没释法，没有释法获得。所以释菩提释无有法以来对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讲实际上并没有实法获得，爱真的佛果也没讲真实有真实的佛果的法，实际的法获得都是当体即空。师父的要有法以来对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障人等佛这不以我受记，你以来是当得作佛，何时假冒你佛对师父的，师父的实际上当时爱有实法获得而根本你能够得到无上菩提，该实现的阿难呢因果念人是猜呢，人等佛也就不会让我受记了，
唔好谂我手机讲讲了真道无上菩提啊，讲你猜来是三太和尚的干嘛？讲了猜的跟五处恶师真道无上菩提的过程，按照释迦牟尼神佛，按照释迦牟尼佛啊，以是无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故燃灯佛以我手机作是人，你以来是当得作佛，何释迦牟尼？以是无有法，也就是因为。因为是才变模式发破的，因为俩没以前东西呀、啊，模式体呀、啊。美国哦，俺俩东西非太非少，俺俩本意，哎，人等我变模拿一个师傅讲，俺俩个老年手机俩就本意，模按那个事情，哦，变模式发破的，既然模式发，啊，所以面对模式发破的，不执着释法。不执着无上菩提的释法啊，因为是无有法又能够得无上菩提的缘故，所以当时啊，人等佛张佛来老外书记讲，哎，你将来哈能够成佛，很多释迦牟尼啊，也就是人等佛老外书记抵讲话，我唔会执释法啊，成佛也无释法可得，应该皆无释法。唔系实实在在有一个东西存在，一个释法嘅释哈，阿你凡情归难了解哈，所以拿有形象嘅东西来比方讲话，挨咩有一件东西讲，啊挨啲本意唔系啱嘅，哦，诶无形无相嘅因有意是因，果也有意是果，它冇释法可得，啊啱你了解，啊，顺抄经文作小文，下面看主见样嚟讲。此谈佛言是由菩萨你呀、啊、佛是高就释迦牟尼佛引地修行的时间，言是一行菩萨多个时间啊，在燃灯佛前修菩萨多个言啊，那么因为有释法的言和的就啊，这就是几个疑问啊，是行愿王强佛念上上中长有清扬度乃山非不法佛以书记估计此门两几句话哈，说明燃灯佛的当时啊老师家门你佛书记的经过的实际情况啊，讲燃灯佛差事的时间哈，该当时的国王的名叫做行愿王，行愿啊愿是人家啦，能降服人家的意思了啊。讲、哦、当时的国王啊，叫做行愿王，啊，释就是指燃灯佛的当时。释迦牟尼佛修行天一胎二乘的圆满，就是一胎二乘的圆以前。讲该当时燃灯佛差事的时间，行愿王向燃灯佛入上供养，入去自己赌上向供养，上中长有清扬。一个首都弘仁王的首都的上论呀、啊，所有的人，无论是长，无论是幼，长是太人、老人，幼是啥人呢？啊，无论男女长幼，全部出来弘扬，弘扬佛啦！啊，讲弘仁王抢到燃灯佛来供养，所以大家出来扬佛、弘扬佛，所以无论是长幼啊，亲扬亲。统统啦，统统出来娘家，娘家那个燃灯佛。啊，不过家下个路哦，因为家下可好还没法他呢，没办有路，也没大福没奶。那么这个路都是奶路，奶路可能就把像就是奶奶落雨哦，一落啊过去那个奶路就有奶螺水啊分下嘛哈，这就变奶港路啊。尖就是他行路的时间来看到。有一大地方啊，有水，有水就有奶缸，有奶缸所以为了敷个脚而他对个锅啊，按你讲我都信唔好。所以当时呢，释迦菩萨啦，刚刚是行菩萨头个时间，名叫做山灰，山灰就是燃灯佛时间，释迦牟尼佛行菩萨头个名字。该当时释迦佛行菩萨头，等于在二乘地圆满，这个名叫做山灰。就是善慧菩萨，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前身。善慧菩萨看到佛来呢，行到涅槃的时候，有一担有奶，有水有奶，
讲怕佛个脚啊，我难度个水老奶，加哈，因为就是有条南无带法，条南无清长清胎，就七甲扑落去，把条南无打散来，扶啊个奶干吼，扶啊奶干吼，是干嘛？你佛个天神呐，啊，就是三位菩萨，不发染奶啊，把条南无不散不开来，扶啊个奶干面当吼，本佛塔菜家个条南无很高，啊，你唔让唔会难度水。可能没去多了，讲你舍富的了哦。哎，像现在有把有路当然就没了事情啊。该当时都是奶路，那么就天个一家的有奶有水啊，富了那都该过啊，我养都叫。所以三辈菩萨哈，像个念念师啊，二了钱嘛，该东西表二了菩啊，要母奶钱嘛啊。所以人是干净，就想把自己个条那么大好了，菩萨去铺垫，条那么菩萨个奶家奶干哈，文富该叫那都该过。佛对三位菩萨的条南无难过的时候都得书记佛以书记佛就老给书记说将来你啊求财五出恶事啊神求真告名我都释迦牟尼啊所以几个不法忍耐啊为金不逆才五出恶事神佛才吐了个五出恶事难行啊难吐个众生给象征啊思想的现象哈，所以不发忍耐，显示佮将来在五处恶事突然发给众生个事情了嘞。所以佛就对佮书记讲，将来你会成佛。嗯，因为当时有两件事情，所以释菩提内心要起安尼个疑点，所以释迦世尊是第一个心中的奉念，对佮记出来啊，做问法来问释菩提啊。估计此门就讲，因安尼个缘故，怎么提出来问？空神啊，门就门空神啊，就是释菩提啊。空神就答复讲：无有法在菩提掌。释菩提就晓得答复讲：当时世差并没释法获得啊，因为三会该当时啊都没释法获得离诸分别，所以有法故得机。要有法者是有形象，不顺菩提，佛不离机。家庭还有释法，就不顺于无上菩提，佛就不能老给受记。所以佛是因果呀，也是也是。所以佛就因果讲安尼。对了，现在已经讲到第95页，经文在95页，继续到96页，就是用27段的团语的意义啊来分析经文。前面讲了。十位中的你们的解释了，已经讲出了。现在是讲的提示意义，意思就是讲，就前面所说明的道理，菩萨陀啊，个修行并不是无了个释法获得，所以因此我允许你们讲，想要系无了个菩萨个修行，跟样办释迦世尊。求到天你二神地个满，菩萨到天你二神地个满个时间啦、啊，在圆等佛前有行菩萨托的蒙佛手机，跟两个托里有样蛮讲呢，安尼唔系有识人识果可以来说明吗？所以经文上就说明讲话，佛在圆等佛说，并无释法菩提，所以经文讲，释菩提以一云何？二来以人等佛说有法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佛，恐怕唐中心中佛有这种疑问，所以啊，释迦世尊提出来，问释菩提，讲释菩提啊，参与个心意，因为两般呢，释迦世尊往昔行菩萨多个时间，听你二神地干嘛，参与等佛该说菜。蒙人等佛受记，那佮当时蒙佛受记个时间，系唔系有那个神佛个真实个法个实体好得？啊，能叫神就将来个无上菩提吗？啊，所以释菩提答复讲佛呀，世尊，讲唔系安尼，无是法好得。啊，所以释菩提了解佛个意思，解释讲，世尊，以我解佛所说你啊。佛以人等佛说无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样乃释菩提了解佛所说的意义啊。
当时释迦世尊行菩萨多个时节，在人等佛的时候，并无设法获得，因为蒙佛授记修行正果，那只是按照菩萨多个次序顺序去修行，都成佛为目的，用意在度化众生，没有设我设法获得，主要要破除他的我法意志，所以要破除他的法执吧。讲并无有实法，无有法，说明你阿个菩提法嘅因果无实体好的，所以众人真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嘅佛果也没有实体，所以那只是随顺众生，有众生就有佛，所以讲究竟成佛，因此佛陀给印证讲佛言，已是悉菩提，实无有法。以来的我有多了什么什么的，我将你的了解的托你将你讲出来的话，事实就是暗的并没有实法可以得到无上菩提，无上菩提没有实法获得。这主解后呢就反过来的第九十六页也想要是有实法获得佛就不会了解手机，所以佛记住的门法释菩提的答复完全合乎佛的意思，因此佛陀的因果讲已是，反过来的后面主解方下讲已是，这就是佛因果的法，因真其所了解的脱离合乎佛的心意，不会所长，所以不是因果。那么因真其让人认为讲所讲的脱离答复多正确呢？因为实无有法，以来人等佛所得菩提。讲实际上，蒙佛授记那也只是一种假名，并没有一种实法获得所以，释迦世尊接下去再个对释菩提尊者讲：释菩提，若有法，以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人等佛。这不以我受记，你以来是当得造福好时间嘛？你也反面过来讲，讲家庭当时是有释法获得，接触有一个释法存在有时让人叫得无上菩提。但是按你接有释法嘛，人等佛当时就不会老爱受记，这不以我受记，他当时就不会老爱受记讲，你以来是当得造福。何时解问你？讲一个执有说法，佛就唔会谂嚟说，讲将来你能够成佛，真佛国嘅名称啊，我都是解问你。所以下面嘅主解讲，所以佛有复空身、反复实执，就是反面、正面各分析来一个模式法获得嘅意义，讲得更详细讲实若系有法。能得无上菩提，那人等佛呢？这不以我所见，一你以来是当得造佛，何时解问你？家庭是爱当时就有释法获得，人等佛又唔不同爱所见，讲你将来成佛，很多是解问你。下面个解释行啊，主解这个释迦牟尼个名称，讲释迦印度法，翻成中国话，很多难言。牟尼也是印度法，翻成中国法叫做释灭以释灭名理不出生死，能言理物不出涅槃，两按道基这是释迦牟尼翻为能言释灭的意义跟内涵。释清的意思，烦恼团心心体清净就得释清。现在我们凡夫心中的烦恼充满，贪嗔痴等烦恼充满，所以心不会清晰，一向都在乱通。成就佛果，烦恼断尽了，就不会有个乱通的烦恼的现象，所以不是释灭，清止的意思，灭了就是释灭。这个灭呢，就是清灭，没光法或者灭
啊，一个咩字母讲法讲，现在说明哪里个咩？天使讲的内心虔诚主法的离体，啊，所以不是失千就烦恼团千了，察真主法的离体，心中咩真，唔咩能够用言辞表达，也冇办法用形象，所以不是心咩。明理明是合，明合以主法的离体，表示用心灭两者事啊，现实世界是尊察真主法的离体，为之明理啊。既然明理就不出生死，不是出错在三界六托的生死轮回中。能言两者事呢，世界凡是能言，也不能是佛的相啊。凡是中国方不是能言，能言言辞立佛啊，不是能言立佛，用言辞行言啊，就是太比的意思，太子太比啊，利益众生，佛就是指众生，因为目的才要突发众生，所以不出涅槃，没有人出差涅槃上方不通，而常常啊都是往世间做利益众生的事业，以是无有一法得菩提，是故燃灯佛以人天众前呢，以我手机一善慧，你以来是当得作佛，何是假牟尼？俩就是说明经文上讲还一讲，以是无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故燃灯佛以我手机作是人，你以来是当得作佛。好是假门，这是第二段话。因为无实法何得，唔系实之有一法可以啊表现出来讲系得菩提。你嘅法是一种假名，并无实体，所以因此之故呢，既然不执实法，才能够得佛受记，讲将来成佛，很多是假门。所以因此之故，燃灯佛。在人天太宗的面前公开宣布老当时的善慧菩萨书记说，善慧啊，你以来是将来你的佛慧修圆满的时间，应当能够寻求佛果，你的佛号就按照释迦牟尼，所以现在释迦世尊成佛就当时啊燃灯佛都给书记的得号，书记之时啊至以理门，敬以神会，何有一法可得呀？也就是主解说明讲话，当时释迦世尊行菩萨道做善慧菩萨的时间，啊，燃灯佛老给受记的时间，当时给清净，以把这个智慧，老真以理心相明合，啊，阿弥啊给。整一个理念，用几个精神的把这个啊真知去体会的啊个啊整一个经验啊，所以不是经以神会神智啊善会的啊把这没有知啊能够会合诸法理性的真理的经验，所以不是经以神会啊呢，只是。察真主法离体，唔系有乜嘅实法可得，所以讲何有一法可得呀？那有讲话有一种实法可以得到神就名称，按照无上菩提嘅法啊，现实无实法可得嘅真理。一个经文，讲释迦世尊呐，当时燃灯佛提嘅受记嘅时间，并无实法可得。两个法在前面经文上也有讲过啊，你把经文翻前面，在第五十五页，你翻前面的五十五页的经文上，这是第五页的经文，你拿来看一看，两位文字太简单。第五十五页的经文上，这是第五页的经文讲，佛告须菩提，以一云何？以来是在燃灯佛说，以法有所得否？释菩提答复讲：佛呀，世尊，以来在燃灯佛说，依法实无所得。你看一看你个经文前头对照，看起来脱离没穷养吗？啊，
前面解释第五年是要有起有得讲，文字太简单，两行听听。啊，讲释迦世尊当时蒙那个含菩萨多个时间，燃灯佛来受记。啊，那么该讲有释法佛的，释菩提随时在佛讲，唔系安呢，佛也世尊。讲释迦世尊当时在燃灯佛上含菩萨多个时间，蒙佛受记啊，实际上并冇释法佛的，前面简单就了两行，而现在的二位到了第九十五页，详细讲了非常，啊，所以将全一面的经文呐、啊，都系说冇释法佛的，讲燃灯佛这个受记的时间冇释法佛的个道理，所以你可以把现在讲的一段文拿来看作前面经文的注解，啊，一部经呐、啊。你晓得看前后反复对照，能够得到清楚切格啊，体会出来的道理。所以你看这一段经文，你就拿来看作注解前面第五页的经文啊。那你看过两段经文明白了以后啊，前面第五页的经文哈、啊，不是解释都了解了，就可以明白了。所以有的地方。两个把这部个经典往往啊前后重述多次，同样的话会讲起多次，有的前面简略，后面详细解释，有的前面详细，后面简略提示啊。那你晓得对照起来看呢、啊、脱离去容易明白，不会难解啊。也就是从第十二页的经文下面第十三页啊，解释第十三页的经文讲，解释成讲第十三页云：果发何一菩提，证得此名为佛。既菩提不可得，岂有能证如来也？也解释这个疑问。寻求佛果，证得佛果的无上菩提法。将成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真的两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将成为很多佛，究竟佛果不是佛，啊，凡尘中国法就是果的意义，七大究竟果悟。既然菩提不可得，现在讲无有是法吗？无是法，那么菩提也就无是法。菩提无是法可得，怎样把含有能证的佛果呢？啊，无释法的菩提，让朋友能证正觉的佛果，所以说乃含有能证的如来呢？其疑问词，噶阿弥陀佛含有能证佛果的如来呢？无上菩提法不可得，让朋友含有能证佛果的如来可得呢？疑问出来未？我说经文解释讲，何以故？如来者。即诸法义呢？解释讲嘅法无实法嘅义呢？哈，何以故是真问词？让本前文讲无实法好得，而唔过佛有真道究竟真果，人人有实法样子，咁呢？寻求真果之后，成为如来。那么个如来嘅义系乜嘅意义呢？所以佛自己解释讲，如来者即诸法义呢，义不通的意思，本来如是的意思。我诸法离体本来如是，唔系有性证，唔系有性证啊。那个诸法义呢的义呀、啊，佛与众生平等，盲神佛众生也有两个如来藏的义。一个真如实性，人人本来具足，所谓佛性。寻求佛果，不过是证到两个真如本性。听听，那么两个真如实性唔系行得，唔系有释法佛行得，所以讲只是证到诸法嘅义呢，唔系有行法佛得啊。所以后面嘅解释，主教香港是谈无言则无佛法义啊，先谈出。那是无疑无受影响办有佛法的果得何得呢？也就是疑问，假如解释讲，
在基因上面上文讲，摩西法好的进入上涨以来，压一阵压是哈，坚定来的意思啦，啊，脚掌后背向坚定来就会是压，啊，坚定上面提示你同个经文向连续下来，啊，上面提示你同个经文个一章，啊，既然有上面讲无法扩大，所以整文的意思就是讲何以故，整一人，整是整文。何以故就是整文词，讲整文的意思讲，要无菩提则无有佛，何以得以来呀？既然菩提无是法可得，那佛果也不可得，怎样办要成就佛果的以来呢？释宗啊，善谈无佛语，这是个文思很清楚，善谈主你认为个无是这个佛果可得，这种的疑问啊，先解释。所以你以来这些做法意义先解释这种疑问，说你认为无是这个佛果，那现在先说明说以来这些做法意义，让人无佛以是一种啊妥顺感谤是真谤佛，家庭你还认为个无佛就是说给顺感谤是一哈，你对于这个法该产生该脱离有四句话，第一句啊讲顺感谤，第二句按照真一谤，执魔为着顺感谤，执有按照真一谤，执着有一个说法存在真假嘛，真假这就是属于真一谤啊，所以现在的啊为是属于你那个魔佛，这就会是顺感谤，感受了佛果的真意，不能执无，执无也不差，执无就会是顺感谤，顺失了佛果的果德，感受了本有的真意，也未必无顺感嘛，本来意思嘛，所以如果你很执着无佛、魔佛。该就是为着顺感谤，该就是变成谤佛，该真实是谤非谤佛了，不能执无。所以下面该是讲佛以来者，非他即诸法意义，以来没那种意义啦，只是诸法意义不同的离体，真心离体，该真心离体意义不同的脱离，就是为之义，一个意思是什么东西呢？就是真意，真心离体意义不通的眼貌，一个真心离体的真意的脱离呀，同以凡一同以圣，凡圣空样有，不过呢他以众神救念故名以去，佛为前腔故名以来，那众神呢、有念无叫念就是贪嗔痴的烦恼，念污了痴心啊，归复了真心，一个真意痴心显出来，形象真意已经离开众生以虚空了，并没有虚来，假听讲话众生有叫念，真意痴心显出来，形象这个意来已经离开己了，或者虚啊。佛为前腔，真佛果了，烦恼断除了，无烦恼了。佛果究竟前腔无烦恼，前腔以真意的痴心呐、已经恢复到原本的地方来，所以成就佛果而到以来，就真意痴心恢复原本的本心上来。要无真意，则无有佛。善要还无真意痴心。佛也不可得，而你要真意之心，众生人人本体，成就真果不过是产生两个离体，众生只是迷失，今真意本有，佛何以佛？现在两个真意本心啊，人人本来有的，跟你又何必怀疑呢？所以一听有究竟佛果的真意本心啊，此现真意是佛，故非无呀。
也总结上面讲，正义当体就是佛，啊，唔系魔佛，唔接触魔佛，接触魔佛在世纪有无世纪当中呢，佢就属于瞬间帮，佢就是变成帮佛。实际有佛，一个佛唔系善德，系众生本体，所以讲实现正义是佛，正义之心当体就是佛，啊。所以严格经讲，一切众生本来神佛，一切众生本有这个佛性，只是还蛮有小某真多点点。那诸佛就究竟察证，啊，所以不能讲无，讲无讲魔就变成瞬间棒，啊。下面此谈无法义，谈出这个执错模式法好的个义啊，也没讲全魔执无也唔对，所以经文讲要有因缘。以来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菩提，是无有法佛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菩提。以来说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以是种无实无虚，是故以来说一切法皆是佛法，是菩提。所念一切法者，即非一切法，是故名一切法。第二一团文啊，还属于一个心意当中啊，是提示什么一个提议团啊？你执着某那个菩提法也不对，七代执无啊，就是什么瞬间棒啊，所以不能执完全无啊。所以这是讲佛与菩提啊，啊，逆佛逆法，无上佛果。人所证的佛之念，菩提之法，无上菩提之法啊，所以要给个意义拿来分辨哈。佛就是念，菩提就是法，所以逆佛逆法，体无逆念。而论这个实体呢，佛与菩提平等，并无差别，没有两个念头，同样是一个究竟果。所以有时唐人呢，众名为国，唐是中国的，就是中国话。因此，这个中国话唐人跟人你讲，把无上菩提究竟佛果，同样可以翻成中国话，为之国国母啊。所以菩提也是国啊，三菩提成为真国啊。菩提也是个佛，佛陀翻成中国话也是个，同样都是同一个讲义，意思就是讲，认真个个为之佛，佛也是个，所证的无上菩提的法，法也是个，同一个个体，啊，你开始翻一个魔佛，啊，乃是在以你识之。啊，用那个“以”的意义来解释，是你无佛，乃以以你识之。你提一通的话，你光认为个模糊的实体好的，所以用诸法以你来解释。啊，是你无法。现在听一通，你翻译个模那个菩提法，为菩提有得，还有执；菩提无得，还无执。啊，所以你认为个有菩提好得。按照有执着，嗯，无菩提好得，按呢就认为无执着，嗯，可是呢，哪来执无用着，嗯，所以以来诵劝子曰：劝，劝除，执有也唔错，执无也唔错，嗯，执一有一无也唔错，执非有非无都唔错，所以离世机七八回，所以为着诵劝，嗯。天除两种的执着，以来说的菩提啊，已是种无实。啊，个佛所证的无上菩提果的，无实体好的。啊，要么无实体好的呢？因为啊，与菩提无必色相等相故，无上菩提呀、啊，不能色见相求。后面节目有解释个啊。要以实见我言上求我心而行下头不能见以来，所以无上菩提不能实见上求啊，用实相等相来求证
摸安尼个尸体。所以讲无识啊，那个无识就是讲无上菩提本来无那个色相个假象，所以为是无识。一无喜啊，以无色相等相处即无相，是菩提相故。无上菩提无色相等相，贪无无那个相当地就是无相。无相的实体就是无上菩提的现象，无上的无相的实体就是无上菩提的现象。所以按照无喜有那个无上菩提的无相的现象可以体证，所以不是无喜，没喜眼有那个无上菩提。第五识之可知，亦无喜之可言。无识无喜吗？既然无识可以指出，没有色相等相可以指出，亦无喜之可言，也无那个喜相可言，因为具有无相的实体啊。所以也个脱离呀，论到究竟，一义二义，一个真义之心，只是一个真义之心呐 啊，并没变法，所以不是一义。只是一个真理痴心引你，是故以来说一切凡身以正执法，并以真理为体，解释佛法，也解释个一切法解释佛法啊。因此之故，所以释迦世尊讲，无论一切凡夫圣人以波真波一切法，凡身以正就是一切法啊。六凡法这个凡夫，牺牲法这个生长啊，三合胎体骨土个衣钵啊，凡身人身个有地角个珍宝，两一切法啊，都是以真义本心为体，皆以真义为体，同一真义之心啊。楞严经前三卷都是讲这个法，都是解释这个法，一切法不离这个如来藏妙真义心啊。如来藏妙真义心就是真义，真义痴心本体就是了一切法，所以解释佛法，了一切法当体就是佛法啊。离开了一切法，永远没佛法好的啊。但是你讲起一切法就是佛法，你执着起佛法，又落在执着就不对了。所以随时拿来所处讲，有人一切法即非一切法障，以即是真义非色等法故。讲要问我一切法非一切法呢？因为当地就是真义之心，唔系色相等法，唔系六尘等法，是故名一切法。要问我名一切法呢？是真义法之心，诸法嘅思心离体，真义嘅本性，所以名有两个一切法。但各个并没是体合的，按来为止名一切法。下面个眼神状态个第三段文哈，休息一段时间再讲。
生是世上最厉害的国报。古代魏国有一位公主，长得非常美丽，也很喜欢打扮，总是穿得非常奢华。这件衣服不好看。我不喜欢这个颜色。这件我也不喜欢。这么多衣服就没一件让我满意的，你们是怎么搞的？连件漂亮的衣服都做不出来。公主，这里还有一件衣服，这件衣服非常漂亮，是用翠鸟的羽毛缝制的，您一定会喜欢的。哦，用翠鸟的羽毛缝制的，快拿来我看看。哦天哪，这衣服实在是太漂亮了，我今天就穿这件衣服。嗯。于是公主就穿着这件翠鸟羽毛缝制的衣服去向魏太祖请安。你说父皇见了我穿这件衣服会不会称赞我呀？公主，您穿这件衣服简直就像仙女下凡，皇上见了一定会赞不绝口的。我也是这么想的。拜见父皇。嗯？父皇，您看这件衣服漂亮吗？快把这件衣服给我脱下来，以后不许再用羽毛来做装饰。用羽毛是又怎么了？这些羽毛多漂亮啊。你知不知道取得这些羽毛会害死多少只鸟啊？这件衣服又用不了多少羽毛，是会害死几只鸟啊？你是一国的公主，你穿这样的衣服，皇亲贵族都会模仿，就连一般民女也可能会希望穿这样的衣服。商人们只要有利可图，就会想尽方法去捉鸟，以供应羽毛的需求。那时所杀的生命就不计其数了。穷究根源就是由你所引起的，这样你的罪过就很大了。啊，这样啊，我真没想到这点。这件衣服我真的不能再穿了。嗯，从此以后，这位公主就再也没穿过那件羽毛缝制的衣服，所以有时候我们不经意的举动就会造成杀戮。要知道，杀生那可是世上最厉害的果报。郑先生说的有道理，我们有时候无意中伤害了生命，那也是杀生啊。是啊，只要是杀生就会遭到恶报的。嗯，张先生，张先生，张先生，我这两个孩子身体不好，您一定要帮帮我，让他俩恢复到以前快乐健康的模样啊。张先生见这两个孩子精神状况都很不正常，于是便问那位妇女有没有杀害过生命。他们两个生病前几天，你有没有杀生啊？没有啊。哦，你没有杀生，那这两个孩子怎么都会变成这个样子呢？蛇，蛇，有蛇，蛇，蛇，烫死他，快烫死他。孩子，别怕，别怕，没事的，妈妈在这里呢，我会保护你们的。蛇，烫死他，他们说的蛇是怎么回事？啊，难道是因为那件事？妈，家里要烧的木材够吗？不多了，需要再砍些柴。正好我和哥哥正要把门前的那棵大树砍掉，到时候我们砍下了这些树枝来给你当木柴烧。嗯，那太好了，你们哥俩可要小心点啊。妈妈，您就放心好了。当这兄弟二人来到屋外门前砍大树时，突然看到有两条蛇钻到树底下的洞里面去了。哎呀，
蛇，让我砍死他们。哇，没砍到。哎呀，这两条蛇钻进树洞里了。算他们俩跑得快，要不我非把他们砍成肉酱。就这样放过那两条蛇也太便宜他们了。对了，我们可以往这个洞里倒热水，把他俩烫死在里面。好主意，我这就回家拿热水来。就这样，兄弟俩便拿来了一壶热水，倒进了树下的洞里，把那两条蛇给活活烫死了。哈哈哈哈，烫死他们了。几天以后，这兄弟俩就把自己关在房里，不久就罹患精神病了。喂，你们两个急急忙忙的要干什么啊？开门啊，开门啊，你们关着门干嘛？等再打开门时，他们两个就这样罹患精神病了。大儿子这样，二儿子也是这样，两个精神都变得不正常了。哎，真是可怜啊。是啊，这两个儿子都得了这种病，实在是可怜啊。张先生，您能不能帮个忙，把这件事给化解化解啊？你的两个儿子之所以会这样，都是因为杀生的关系。你看他们这么残忍，心那么狠毒，一点慈悲心都没有，见到蛇钻到洞里还想用开水把他们烫死。这两条蛇是兄弟，两条蛇都被烫死了，两兄弟当然也因此罹患精神病了。你们两个，平日里我不是告诫过你们不要杀生，你们就是不听，现在可好，遭受到报应了。那现在就没有办法补救了吗？是啊，他看上去真可怜啊。要说挽救的办法也不是没有的，那就是今后多做善事，多放生获生，来弥补过去犯下的错误。嗯，这世上最大的业报就是杀生，杀生的业报比什么都还要严重，互相残杀，互相报复，这就是世上最悲惨的一件事。